欢迎收看《异古作器》，我是俊成。今天拍摄这部影片是为了告诉大家，我现在正在当兵，那么没有办法像以前一样能够迅速的更新影片，在此我就赶快来利用放假的时间来拍摄，跟大家说明目前的状况。等我当兵回来，还是会更新哦。第二件事情，我的虾皮购物平台这还是有在经营的，那么如果你有需要订任何的铜板啦、脚鼓啦，还是打击乐器等等的东西，都可以在虾皮上面询问我，那么我就会利用长官给我的福利，比如说晚上六点多哦，有放福利可以使用手机，我就会来与你联系，或是等我放假出来的时候再跟你说联系哦。那么今天这部影片就到这边，我要收假了，拜拜，向右转，起步走。我有一支枪扛在肩膀上，子弹上了膛，刺刀闪光。我有一支枪扛在肩膀上，子弹上了膛，刺刀闪光。慷慨激昂奔赴战场，冲锋陷阵谁敢当？是把敌人消灭尽，高唱凯歌换故乡。我有一支枪扛在肩膀上，国家把它交给我，忠贞大人不敢忘。用枪回复上一段，用枪原地突刺，刺杀，刺杀。